绣的时候先绣这些小的部分。拿出一根线，一根线有六小股，我们使用的时候要先分一下股，这样从线的中间分离出来两小股，然后把线撑开。把线撑开的时候拿到一个空旷的地方，让线尾悬空，这样它不容易打结。把两股线穿到针上，你们也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穿针，怎么样能穿得上就怎么穿。这样将两边线尾错开，在较长的线尾上面打结，只用单边的两股线来绣。横着把这一点鼻子的部分绣上，这一点绣完以后反面打结，剪去多余的线，然后抽掉，换上另一个颜色的线，用深咖色的线同样也是分出来两小股，这样只在单边的线尾上面打结，用两股线来绣。眼睛这里用回针绣，先把线条绣出来。眼睛这里绣好以后，反面打结，然后穿上黄色的两股线，来把狮子的整体颜色绣上。这样横着绣，可以先从它鼻子这里绣起。鼻子那里绣好以后，可以来到头顶这里再往下绣。这些个小的缝隙，这样一点一点的绣满。嘴巴线条这里，从线条上穿。这些个小点可以先覆盖住，最后再绣。
这样一根线快要用完了，反面打结。然后接下来再穿上一个新的两股线，接着绣。可以一下子穿过来的时候，就这样一下穿到头。接下来把刚才分出的一个两股的深咖色线从线头这里这样抽出来一小股，只用单独的一小股来绣。线尾打结的时候打得大一点，因为一股线比较细，还是回针绣把这些个部分绣一下。然后在这里穿上几个打几个结力绣，这样在针上绕两圈，这样跨个几根线再穿下去。针上绕两圈，然后穿下去，把结在针上拉紧。用浅咖色来绣狮子的鬃毛，就是毛毛那里，拿出一根线，一根线有六小股，然后毛毛这里绣的时候是用三小股，也就是说一根线分成两份，这样把线穿到针上。同样把两线尾错开，一边短一边长，在较长的线尾上打结，只用单边的三股线来绣。接下来用土麦纳绣把它的边缘的毛毛绣出来。绣的时候是从中间的这一个线这里开始绣，从穿出针的前面大概两毫米的地方穿进去，留一个线圈，线圈大概 1.5 厘米左右吧，这样不要留得很长了，留得很长的话会比较费线，可能会导致线不够用。然后再穿一针把这个线固定一下，
这样一个线圈就固定牢固了，然后再从线圈中间穿出来，前面穿进去，留一个线圈，然后再把线圈的这根线固定一下。然后接下来就一直这样留线圈，固定线圈，这样绣。这样一圈绣完以后，再绣第二圈。这样一圈一圈绣上，
把这些边上的缝隙都绣满。接下来把线圈剪开，如果你觉得不剪开好看的话，不剪开也可以。这些比较整齐的部分可以剪掉一些，这样剪的有长有短，剪的时候慢一点，只剪掉一点就可以。然后用这个浅咖色线把边缘缝一下。这个狮子的毛毛按下去，把线从两片布的中间向外穿，把线尾的结留到里面去。接下来用回针绣，
缝了大半圈以后，这里留一个口，把填充棉放进去。棉装好以后，把剩余的全部缝上。后面这个线也合并到一起，全部绣完以后，把线穿到两部的中间穿出来，然后打个结。从缝隙里面穿到布里面，从任意地方穿出来都可以。把这个结向里面拉一下，拉到布里面去，然后剪去多余的线。然后接下来把边缘的地方再修剪一下，剪的时候慢一点，不要剪到绣好的部分。边缘大概留出2毫米左右，然后这个小圈。把这个毛毛按下来，把小圈缝上，也是用缝边缘的这个线，可以这样。穿上线，把小圈穿上。缝到它中间的位置，这个毛都按下去，不然容易拉到对面。看一下，把它放到中间，然后穿过小圈，缝个3-4针，把它固定牢固。固定牢固以后，把线这样穿到狮子毛毛多的这边，这样打一个结也看不出来。穿过来拉紧打结，
去多余的线。剪的线的这个长短可以和这样狮子的毛一样长，这样就看不出来了。然后这样一个小圈就缝上去了。拿出链条穿到小圈里，把链条把链子上的这样最后一个小珠子放在这个凹槽里，使劲按一下，按进去就可以了。